现有见俗常乐远离。这句话啊，现有见俗常乐远离，常乐远离，我可以这样子解释啊，我不一定照他的经文解释，我认为他虽然有见俗，有妻子，有儿女啊，有这个父亲，有母亲，一大堆的眷属，大家在一起，但是呢，他在这当中呢，也很能够适应的，非常的愉悦，非常的愉悦。但是远离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还是亲近的嘛。虽然在一个大染缸里面，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大染缸一样的世俗的大染缸，但是他本身还是清净的，常乐远离，我是这样子解释的了。别人怎么解释我不太清楚，但是我懂得，我个人懂得，男女之间的事，你的意念也是在佛国净土，这一点你能够做得到吗？他能够做得到，维摩诘能够做得到，他的意念便不是在这里。所以这个就是转化，刚刚所讲的转化。